瓦特，我要迪士尼。瓦特，瓦特，我要迪士尼。瓦特，瓦特，我要迪士尼。不是小子，我又哪里惹你了？你好好的迪斯我干嘛呀？切，你看看别人，新情侣皮肤一出，立马就给蛋打子安排了。你呢？都一天了，一点行动都没有。哎呀，这我也想抽啊，但是我的蛋币。真的不能许啊。这样吧，我给你看个好玩的，你别生气了哈。瓦卡，你恶不恶心啊？我真是受够你这个蛋搭子了。我宣布，我要重新找个搭子。重新找？真的假的呀？没错，我决定了，谁送我最新的情侣皮肤，我就当他的蛋搭子。啊，完犊子了。就是这样了，大佬，求求你了，给点蛋币吧，2000就行。蛋币我这里有的是，但是提前说好哦，找我借蛋币，利息可是很贵的，借2000蛋币可是要还20000蛋币的哦。这家伙，你搁这放高利贷呢？不管了啊，先保住我蛋蛋再说，我借了。蛋币到账2000元。Nice 啊，蛋币到账，赶紧抽奖去。可以看到啊，这次奖池有点不一样，同时抽两个奖池可以打8折，这看似划算，实际上却非常的坑啊。因为单抽一个奖池，如果抽到皮肤的话，可以用当时抽中的价格购买另一个奖池的对应奖励。例如我第一轮3个许愿币抽到皮肤的话，那么购买上面的女蛋皮肤也只需要3个许愿币。所以说兄弟们，你们的话会选择单抽还是同时抽呢？决定应该单抽的扣一，决定应该同时抽的扣二。像我这种欧皇，那肯定是选择单抽啦。来，2000蛋币先兑换成200许愿币。刚一，第一发直接出个皮肤行不？哎，好像真要出了。哟，没想到吧，老铁。没事啊，2块钱换6个许愿币，挺赚的。下一发6块钱，刚一该出货了吧？我来。我去，第二轮直接血亏呀、啊！刚一，你这搞我心态呢？第三轮再不给点好东西，我可真就不抽了啊！10块钱给一个动作，你说这到底是亏还是赚呢？根据规则啊，用抽中时的价格可以购买上面奖池的东西。那咱们等最后再买啊，先把皮肤抽出来。来吧，刚一，下一发16块钱，你总不能给我40潮流纤维吧？这么聪明吗，老铁？刚一，你欺负人呢？这次22块钱，可不能再给我垃圾了啊！冲啊！毁灭吧，赶紧的！我勒个豆，都抽到30块钱一次了，还不出啊？不得不说啊，这次单抽奖池亏麻了呀。不过还好啊，第七抽终于是抽到皮肤了，差一点就大保底了呀！真的太逊了。接下来按照刚才抽到的价格，把皮肤动作饰品通通买下来。哎，小子，我来了，我。美丽的小姐，你做我的蛋搭子吧，我会用我们霓虹最高的礼仪招待你。不，当然是当我的蛋搭子，我亲自下厨，用猪肉炖粉条招待你。哎呀，我这么抢手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我来。滚，拿来吧你。给你大哥。小子，久等了，快看我给你带了啥。啥？我去，最新情侣皮肤，你居然真的弄来了，想不到你还挺有本事的嘛。我先穿新衣服和闺蜜玩去，你等记得过来找我哦。好嘞，你先玩，我一等就过去啊。我来。瓦卡兄弟，说好的20000单币你该给了吧。这那啥，大佬，咱俩关系这么好，借款能不能抹个零啊？没有单币，用别的抵押也行，我看你背包里皮肤不少，我先拿走了。不是大佬，你给我留个裤衩也行啊。但兄弟们，高利贷有风险，千万不要误入歧途啊。